报告院会，我们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第四案。本院委员郑丽君等65人建请决议，行政院及教育部撤销2014年2月发布之普通高级中学国文及社会领域课程纲要微调，并全面暂缓12年国教领域科目群科课程纲要之研修及审议程序。是今年5月20日新政府上任后，就12年国教新领纲之研修与启程再进行通盘检讨，请公决案。我们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提案内容。本院委员郑丽君等65人，有鉴于教育部2014年2月发布之普通高级中学国文及社会领域课程纲要微调，其订定程序违反公开透明、专业治理、由下而上及社会充分参与之原则，其微调内容违反史实、不符专业、为威权统治卸责，造成公众哗然，并引发全国高中生发起反黑箱课纲学运，其争议未解。12年国教新课纲之研修又仓促进行，社会公众之不安更甚。为避免学生受教权持续受害，原要求行政院及教育部撤销2014年2月发布之普通高级中学国文及社会领域课程纲要微调，并全面暂缓12年国教领域科目群科课程纲要之研修及审议程序。四、今年5月20日新政府上任后，就12年国教新领纲之研修与启程再进行通盘检讨，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我们现在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八条第三项之规定，本案经提案人说明，提案旨趣大体讨论后，即议决交付审查，或进付二读，或不予审议。我们现在请提案人郑委员丽君说明提案旨趣，说明时间五分钟嘛，好，来，五分钟。主席、各位委员，非常感谢64位本院委员联署本席的提案，要求行政院及教育部撤销103年2月发布之普通高中国文及社会科课纲微调，并全面暂缓12年国教领纲之研修及审议，至520新政府上任后再行通盘检讨。这个提案是新国会回应新民意，回应许许多多学生、学者、老师以及公民社会发起反黑箱课纲、捍卫教育不受政治介入的一个具体的做法。我们要请问，有哪一个民主国家学生所读的教科书是圈圈圈叉叉叉所制定及审议的？那么即便行政法院判决教育部应该公开所有课纲的研修跟审议的过程、参与的委员及相关的资料的时候，教育部至今仍然拒绝公开，严重违反程序正义。这不是黑箱，什么才是黑箱？身为民意代表，我们必须说，人民有权拒绝黑箱课纲。此外，这个微调的课纲内容充满一元的文化霸权的论述，违反台湾多元民主之社会共识。微调的内容有多处遭学者专家指正错误，品质堪虑。更甚者，微调课纲将台湾曾经经历的白色恐怖及良心犯等情势自公民科课纲历史中删除，意图为威权统治卸责。而在威权课纲未拆之际，教育部又进行12年国教的新课纲，以更大的黑箱的研修，让教育界、台湾公民社会难以接受。虽然在新国会及新民意的要求下，12年国教新课纲业已暂缓，但是违反程序正义、充斥威权统治遗绪的黑箱课纲微调，一日不撤销，对台湾教育的伤害就一日不解。有人说，这个微调的课纲可以等新政府520上任之后再来处理就可以，
但是我们必须说，四月学校老师即将进入选书，这个违条违反程序正义的课纲仍然以新版教科书进入校园。我们也要说，马政府所犯下的过错应该在下台前来自行修正，来展示对新民意的尊重。张善政院长曾经在接受本席质询的时候说，他愿意尊重立法院的决议，只要本院一决，那么违条课纲就来撤销。但是教育部日前却表示说，立法院如果一决，他尊重但不可行。教育部表示，若撤销黑箱课纲，将会导致教学现场无纲可循。本席要在这边指出，2008年马政府上台后，新教育部长郑瑞成就曾经将杜正胜部长任内已经公布的国文及历史科课纲喊停。我这边带来了当时的公文，那么这一份是杜正胜部长在1997年1月24号公布的有关于1998年8月1号起开始实施的普通高中课程纲要。这份是杜部长在卸任前他所公布的原来要实施的一个课纲。那么在郑瑞成部长上任之后，1997年11月25号，那么他就发布了一个教育部的令，将当时杜前部长所公布的课纲来另案发布他的实施日期，并且宣示在前开两科新修订课程纲要未发布内容及实施日期前一之前的所发布的普通高中课纲暂行纲要国文及社历史科内容来实施。也就是说，郑瑞成部长曾经将杜部长公布的课纲暂缓，并且只以教育部一纸令文就能够来衔接之前的旧课纲。所以在现行的新旧教科书并行的情况底下，只要将黑箱违条课纲撤回，那么我们书商开始印旧版教科书，教育部立即宣布回到101课纲，即可以解决无纲可循的问题。所以教育部完全没有任何实务上执行上的借口。本席的提案敬请全院公决，谢谢。本案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大体讨论，请登记发言的编号一号徐委员自己发言，发言时间3分钟。主席，大家好，针对教育部黑箱课纲的问题，我想在当时很多的学生社会各界一起出来反对黑箱课纲。教育部我觉得他是蚊子叮牛角，没一点的感觉，这是什么头壳，简直就是头脑硬邦邦，一点都不在乎社会的观感。社会反对黑箱课纲，其实就跟当时的黑箱服贸一样，课纲跟服贸等等各项的议题，我们都希望能够公开的讨论，公开的接受不同的意见，那大家可以去讨论一个最好的方向。而教育部他总是整个盖下来，连课纲委员会是谁都不愿意公布，因此呢在行政法庭也输了，那他还是执意妄为，所以呢对于这个整个黑箱课纲的过程，我们觉得非常的痛心，为什么要用政治去抹煞了一个正常的委员会的运作。我们也呼吁未来我们所有的课纲委员会所有的委员的名单都能够公开，所有不同立场和不同见解的委员都能够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公开讨论，而且公开的表示自己的意见。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想未来所有的课纲争议，大家都可以在公开透明的方式讨论，去找到一个最恰当的方式，而不是像钟摆一样，当 A 意识形态，白色恐怖意识形态，他就把钟摆摆到一边，
然后呢又不一样的意识形态又摆到另外一边，那两边永远摆来摆去。所以呢，如果这个课纲委员会没有公开的话，我想都是未来不断的争议的源头。好，所以呢，本席在这边有两个主张。第一个主张呢，就是以后所有的课纲委员会，我们都要求未来的政府一定要用公开的方式来处理课纲的问题。好，第二个就是在目前的课纲争议，我们民进党、我们郑丽君委员以及所有的人的联署，关于这个提案，我们也呼吁说，教育部能够迷途知返不要执意妄为能够适当的就我们的课纲微调的问题，可以先暂行停止。那未来520之后，新政府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平公正的课纲的宣示，来让社会有方向可循，有程序步骤可循，来得到一个未来合法的人民可以共同接受的一个好的课纲。好，谢谢。接着请黄委员国昌发言。主席还有本院同仁，我想今天郑丽君委员跟其他65位本院的同仁所提出来的这一项决议案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攸关着我们下一代的教育，以及整个在制定课纲的过程当中所必须要践行的程序正义。在去年的时候，反黑箱课纲的运动风起云涌，这些年轻的学子们，他们的要求其实很卑微，就是希望我们的教育主管机关能够在一个公开透明、多元参与、尊重专业的程序当中，制定一个可长可久、适合他们这一代学习的课纲。非常遗憾的，在去年的国会当中，因为国会结构的关系，本来要求送到本院来进行审查的课纲，在暑假的时候并没有完成这一项本院本来就应该要肩负的职责跟工作。那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当整个台湾社会对于新的政府、新的国会有高度期待的时候，马政府以及现在的教育部实在不应该在卸任之际强推这样子的黑箱课纲。那因此本人代表时代力量的党团全力的支持郑委员还有本院其他65位委员所提出的这项提案，也可以拜托敬请本院其他的同仁共同来支持这项提案，还给我们的年轻学子一个干净、透明、专业的课纲。谢谢。大体讨论结束，现在由民进党党团提议本案进覆二读，请问院会有异？没有。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交付本案，交付党团协商。我们做以下决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并由民进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我们接着进行第五案，本院亲民党党团建请决议，针对2015年10月29日陆飞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作之管辖权裁决，中华民国最高民意机关立法院据诸事实法理，依我国之领土主权与国民授权，做成向国际声明之3项国会决议，请公决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案内容。本院亲民党党团提案建请本院做成下如下决议：针对2015年10月29日陆飞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作之管辖权裁决，中华民国最高民意机关立法院据诸事实法理，仅依我国之领土主权与国民授权，做成向国际声明之国会决议如下：一、无论就历史、地理及国际法而言，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与东沙群岛，总称南海诸岛。
岛及其周遭海域属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及海域，中华民国对该四群岛及其周遭海域享有国际法上之权利，任何国家无论以任何理由或方式予以主张、占据或任何国际仲裁之片面决定，中华民国政府一概不予承认。二、南海诸岛中有关太平岛，中华民国已实质占有有效统治超过半世纪，岛上诸般民生、行政及军事建设被拒。2008年及2016年，我国家元首陈水扁总统及马英九总统均亲往太平岛视察驻守人员及岛屿建设，确定我国主权占有事实。中华民国作为一独立自主之主权国家，自1912年造建至今，国祚从未间断，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其治权从未基于中华民国主权统治之领土。台海两岸既有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有关太平岛、中洲礁及东沙群岛等南海诸岛主权归属，如前所述，向由中华民国政府不间断实质占有、有效统治，殆无异议，绝非中国大陆任何其他国家或任何国际仲裁所能挑战或改变。三、有关上述我国拥有之南海诸岛，包括太平岛之主权，中华民国政府从过去到未来将持续进行对外及对内两方面之主权维护行动。对外方面，中华民国政府将持续积极向国际社会宣达我国南海诸岛主权相关文件、太平岛岛屿地位要件及其享有海洋权利之证明，以及我国实质占有、有效统治太平岛、东沙群岛等事实证据，避免其不辨真实、混淆视听，并向历来无权伸索我国主权岛屿之相关国家，包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大陆等等国家或地区，持续宣示我国绝不动摇之主权立场。对内方面，中华民国政府将根据进行太平岛之一切行政与建设，包含强化驻军、巩固军备、学术研究、观光旅游、民生设施、交通通信、环境保护、资源探勘等所有项目，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8条第3项之规定，本案经提案人说明旨趣大体讨论后，即议决交付审查，或经付二读，或不予审议。现在亲民党党团没有代表在现场，我们就不予进行这个提案旨趣的说明。本案没有人登记大体讨论，我们也不予进行。现在有亲民党党团提议本案经付二读，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付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我们做以下决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并由亲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6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暂停审议中加转售案，是新政府组成后重新检视本案是否有垄断言论之余再行审议，请公决案。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提案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鉴于尔来有线电视系统业者并购案件争议不断，而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近期通过中加转售送交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一案，已有垄断言论疑虑和违法争议，便严重影响民众对政府公权力之信任。在新的民意已经选择了不同政党执政后，政府部门也将人事改组之际，原提案要求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暂停审议该案，是国家机关相关部会改组后重新检视本案对言论垄断审查之疑义，再续行审议，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8条第3项之规定，本案经提案人说明提案旨趣大体讨论后，即议决交付审查，或经付二读，或不予审议。现在请提案人时代力量党团代表徐委员永明说明提案旨趣。说明时间3分钟，五分钟，不好意思，5分钟。主席，本院同仁大家好，我想这个案子非常清楚，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通过远传公司以认购公司债回避党政军条款入主中嘉一案，引发非常多的争议。有限广播电视法第十条规定，政府政党其捐助成立之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直接、间接投资系统经营者。依照该党政军条款，政府持有远传公司股份，远传公司不得投资中嘉有限系统公司，但远传公司却以迂回方法取得中嘉业务，引发专家学者及社会的争议。其实，在委员会质询的时候，我也问过，这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他们也明白的表示，他们非常清楚知道，远传其实是透过公司债的方式，想要取得中嘉。他们也非常清楚知道，如果未来他们直接投资，以党政军条款来审议的话，是不可能通过的。这个很清楚，是政府非常的清楚知道背后的所有者、背后的权力影响者是谁。他们也非常清楚知道，如果不透过公司债的方式，远传是不可能取得中嘉的。这个案子很明显是政府，是我们的所谓独立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有意识的在包庇个别的公司、个别的财团来取得媒体的经营权。我们的法律在那里，党政军条款非常清楚，讲得非常清楚。就我前面所提的，这个政党、政府其捐助成立之财团法人，其受托人不得直接、间接投资系统经营者。这样的规定非常清楚的情况之下，我们的主管机关竟然有意识非常清楚的，甚至在他的说帖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知道中嘉跟远传之间的关系，甚至在所谓附加决议里面还要求中嘉自己成立内部小组来规范监督他们与远传之间的关系。可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掩耳盗铃。本党团认为，这样的案子如果让它成立，不是证明政府跟财团之间是有所谓包庇的关系，政府在维护财团的权利，不断的用其方法在法律上扩张解释。所以我们认为，针对专家学者的疑虑， NCC 以远传在此案是以债权人方式持有，并没有触犯相关法规等说辞回应，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所有的台湾民众、所有的媒体都知道远传在买中嘉，可是在 NCC 的说帖里面、 NCC 的议决里面完全看不到远传对中嘉的影响力。很明显，对党政军条款的触犯违反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本党团认为，这样的案子应该在新政府组成之后再交由经济部投审会来审议，而不应该是在旧政府目前非常明显的在包庇远传去购买中嘉的情况之下，贸然交于经济部投审会。未来应该是更适当的讨论、更广泛的检讨。就算认为党政军条款有问题，那也是应该在修法之后才来进行处理的，而不是在修法之前很清楚的透过公权力来维护个别财团，来触犯这个党政军条款，让他得以购买系统业者。这样的案例代表了在整个政权交接过程里面，政府如何扩张他的权力去维护个别业者的利益，甚至来触犯所谓法律。这样的情况是不应该在目前民主的台湾发生，更不要提他未来对于言论市场、对于媒体环境的影响。所以本党团认为，中嘉案应该终止审议，敬请公决。谢谢。
本案现在进行大题讨论，请庄委员瑞雄发言，发言时间三分钟。主席，各位同仁，我想针对这个整个中嘉案呢、啊，有几点呢、啊，我们必须要特别提出本党团的一个看法。中嘉案呢，这个很明显的、它这样的一个回避党政军条款的一个作为，其实受到整个社会的一个广泛的一个讨论，所以。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我们的 NCC 确仅以公平交易委员会对于中嘉案的一个转售案呢，没有结合的情形来作为认定，然后并依照公平交易委员会决议之负担的一个处理，这个没有办法去对各界所提出的疑虑来加以审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审查并不符合这个法律意旨。这个有重大的一个疑虑在，所以当社会大众有这么重大的一个疑虑在的时候，这个案子我相信要做一个特别的一个考虑，也就是说，在没有得到社会大众大家的一个澄清之前，他这样的一个回避党政军条款的一个脱法行为，应该要去制止啊。那另外呢，他整个案件呢、我相信会受到社会大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非议的地方，就是远传他去跟整个地方系统的业者这样的密集的一个业务上的一个往来，那政府他必须要去考量本案他用规避党政军条款以债作股的方式，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脱法行为。那所以说如果不制止的话，其后续的处理对于未来的企业间的投资会争相产生规避法律这样的一个疑虑在啊。这个社会大众讨论这么久，那我想我立法院也必须对社会很明确的做出一个回应。那本案呢，其实它真正影响到的还会有整个言论集中化的一个问题，所以也就是说整个负担并未对于言论集中化是否去影响到公共利益为限制，这个决议里面呢，对这一点呢，影响公共利益这个阐明呢，这个准明的一个标准里面呢，其实它有待再去重新呢，去让社会大众去做一个澄清，更加的一个放心。那投审会对于中嘉案这样的一个转售案，他审查最令外界所诟病的地方，他审查的一个密度到底是如何？历次大题讨论结束，我们现在开始处理。好，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本案禁复二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禁复二读。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我们做以下决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现在进行下一案讨论事项第七案。委员严宽，本院委员严宽恒等25人建请决议，成立立法院迁建台中规划委员会，办理本院相关迁建事宜，请公决案。我们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提案内容。本院委员严宽恒等25人拟议成立立法院迁建台中规划委员会，办理相关事宜，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
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八条第三项之规定，本案经提案人说明提案旨趣，大体讨论后，即议决交付审查，或敬付二读，或不予审议。现在请提案人严委员宽宏说明提案旨趣。主席、各位委员同仁，本院委员严宽宏等二十五人提议成立立法院迁建台中规划委员会。立法院为最高民意机构，现行国家民主宪政的表征，为符合先进国家国会建筑群体，因我国建筑时代背景限制不符合使用分区规范外，并常年支付台北市政府高额租金，现行院区散落各处，厅舍杂乱，建筑规划与空间使用不易整合。本院先进委员原此已三度推动迁建计划，皆因故延宕，正赖本届委员重启本院新址选定及编列迁建预算等事宜，借鉴世界二十多个主要国家，如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等，考量国家总体安全、区域均衡发展等因素，实施政经分离。南韩更将行政首都从首尔分离，迁建市中市为行政中心，实现双核首都的功能目的。国内目前政治经济中心都在台北市，造成资源过度集中，南北发展失衡。另考量地形、天灾、核灾等风险因素，以及台中地理位置，陆海空交通便利，地质稳固，土地量足，十足堪此重任，建议本院迁至大台中，实施政经分离，达至国家安全及区域均衡发展的目的。综合以上，建请成立立法院迁建台中规划委员会，由本院各党团推派委员负责规划与监督本院迁建相关事宜，包含本院新址之评选与规划，本院新院区与建筑群之规划与设计，本院迁建之财务规划与预算编列，本院迁建之监督。基于新院区与厅舍之兴建必须善用国家财政资源，杜绝浪费，本院委员会成立后需另定监督办法，以化解社会大众之疑虑。本人做以上说明，谢谢各位。现有民进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提议本案经付二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付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提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作以下之决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八案。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一会期第二次会议报告事项第四十一案、第四十二案及第八十二案之决定提出复议案。本案经第一会期第三次会议决议，另定期处理。我们现在进行处理。报告院会，本案提案党团提议撤回，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复议案同意撤回，原报告事项各案均照第一会期第二次会议做，原作决定处理。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九案，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一会期第三次会议报告事项第七十三案及第九十五案之决定提出复议案。本案经第一会期第三次会议决议，另定期处理。我们现在进行处理。报告院会，本案提案党团提议撤回，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本案复议案同意撤回，原报告事项各案均照第一会期第三次会议原作决定处理。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十案。废止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案。
本案经第一会期第六次会议决定经付二读。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本案交付协商，我们做以下决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讨论事项第十一案，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一会期第四次会议报告事项第六十二案之决定提出复议案。本案经第一会期第五次会议决议另定期处理，现在进行处理。报告院会，本案提案党团提议撤回，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复议案同意撤回。原报告事项照第一次，照第一会期第四次会议原作决定处理。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均已处理完毕，下午五时起处理临时提案，现在休息。